上周《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开启全新篇章，这次机会很重要啊，你来的话我就是首秀，我很希望你到我这儿。不，你不抢我抢，时代新语汇，描绘粤剧之美。我们看到新的一代人的一种新的成就，我觉得特别开心。匠心国货融入潮流国风，哇哦，现在粤剧都可以，确实他这个年代他们就是展示个性的时候。粤剧之美，点亮生命之光。虽然说眼睛不好，我还是希望我的艺术之路、公益之路能走得更远一些。我想过来跟你拥抱一下。我很荣幸您能加入到我的战队，根植大地，与时代一路同行。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表演到女子粤剧的兴起和发展，如今女子粤剧和男女合演并蒂开花，多元审美打开舞台新世界。一个剧种它应该是流派分成，行当分成。吴侬软语诉说时光流转，我们呢是来自粤剧诞生地嵊州市洞王村，我们呢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粤乡之韵又美好，叩响时间之门。让我们沿着百年粤剧路一起感受新时代粤剧之美。我觉得男生唱粤剧很阳刚啊。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好戏开锣。欢迎来到2022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让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学员。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粤剧诞生地嵊州市洞王村的普通村民。大家都知道粤剧的诞生地就是嵊州，而我们洞王村呢就是粤剧第一次登台亮相的地方。粤剧最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没有台子的，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啊唱唱的，叫落地唱书。粤剧从诞生至日期啊，已经在我们村唱响了100多年。这些年，我们村啊作为粤剧诞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戏迷和游客。其实啊，我在我们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义务导游。我当了快20年了，每个来我们洞王镇的人都喜欢听我给他们做讲解，他们都叫我金牌导游。像我们洞王镇的老百姓啊，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嘛。所以说这次呢是大家是心情非常的紧张啊，就是看上去板着脸没有微笑嘛。我刚才跟他们讲了，我是稍微放松一下啊，面带微笑嘛。好，那么大家加油，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这是什么？最早男班时期的。
岁呀岁，万岁孝顺那哎，万岁孝顺哎呀哎呀，天下太平哎呀哎。完了吧？哇，哦、这么多人，那么多人，这么多人啊！你们哪位代表介绍一下好吧？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呢是来自粤剧诞生地嵊州市各岭镇东王村，我们呢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讲俗音，我们东王村的小百花。是吧？啊，那么这一位呢是我的女儿，她也是个小戏迷啊。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我100多年之前的粤剧老调《点红调》。哦，粤剧老调，也叫哀哀调。哎，也叫哀哀调。对对对，这个是东皇春，我们在小百花30周年的时候，我还专门携团到东皇春去。我不知道在座几位当时有没有在场？在场的，在场的是吧？在场的。然后我们在那儿还举行了一个仪式啊、所以你们能守着那儿特别特别好啊、雅芬是肯定去过了，我们去过好多次。去年我们去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对对，正好天气很热很热，你还拿了一大盆的水果拿到这个房子里面给我们解暑。每年的纪念活动都会去，因为到东王来的话都是我介绍的了。哦。那应该我跟你有交流过。我老婆呢跟方雅芬老师还有合影。对的对的。我女儿呢跟毛老师有合影。哦，我知道，我就是跟你是同一个生日，8月8号嘛。哎，是是。同一个生日，我女儿了，不跟我跟我过生日，跟你一起过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平时是作为演出，还是说一个民间的一个样式，一个他们自己那儿可能就会有一些自己平时自娱自乐的时候，自娱自乐的一个习惯，都是我们自编自唱的嘛，自编自唱的，也可以把那些词儿随时都可以换，对吧？哎，对的，对的。那来到这个舞台，能不能给我们即兴表演？那我们徐大哥给大家唱几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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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今日上的心情好，下午的农场老调啊，正吃一张金名片，东王粤剧吹口啊，阿门啊，阿个灵活一灵活一拉嘿。哦，这个就是哀哀调到临摹调了啊，特别好，特别好。今日到这里心情好，是吧？对。第二句什么？像我的像人唱老调，像我你来唱老调，争取一张金名片，东王粤剧，东王粤剧出国门，出国门，出国门啊！对对对，你们也一定很自豪，来自你们自己东皇春的粤剧，走出去，走出浙江了，走到全国了，走到世界上去了，对吧？所以这段历史是我们作为粤剧从业人员，就像我们的祖庭一样在那里，所以你们能守着那儿特别特别好，而且要继续的相传下去。对对，希望你们的孩子们也能够都会能够哼唱。其实应该我希望他们在下一轮里头也应该有展示，也让全国的观众能够再一次看到我们粤剧原来最初的那个样子。对对对，我们回头我们一起跟导演组商量一下。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一个粤剧音乐的一个严格的一个传承，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让全国的观众更多的了解粤剧当年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奇迹般的用百年的时间发展成为全国这么大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剧种。到时候我们也请大龙老师有机会也去东皇村看一看，特别有意思。对对对，我们欢迎啊。谢谢谢谢。好，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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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来自嵊州东王村的村民们用一曲质朴纯正的点红调展示了粤剧之乡的古老基因，更展现了粤剧文化在它的诞生地如涓涓细流绵延流长的根续和传扬，不断为粤剧舞台培养和输送着更多新生力量。有请下一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我的家乡是粤剧的发源地嵊州，我从小就会听粤剧唱粤剧，我考进嵊州艺校2005年，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嘛，个子也不高，然后瘦瘦小小的，所以就把我分配成了花旦。我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人，我没有特别多的爱好，你学粤剧毕竟还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精力。听说你在团里还有外号叫陈杰出。这是我在拿了金奖之后他们开始叫我陈杰出的，大家对我的一种鼓励和认可吧。曾经我一直都觉得是舞台上的光照亮了我，后来有一位老师对我说，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光照亮了你，你也照亮了这个舞台。今天来到好声音，我希望我也能够点亮这个舞台，让更多的观众喜欢上粤剧。刚才有一点气息不太稳，前面太紧张了，太紧张了。Yeah.
老师都给你转身了，自我介绍一下吧。老师们好，大家好，我是陈丽君，今年30岁，我来自浙江嵊州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我是一名影派小生。你今天是有毛老师在那，你是不是特别紧张？我实在是太紧张了。对啊，你前面就很紧张。我平时不闭着眼睛唱，今天我闭着眼睛唱了，我想要感受，想让自己进入情绪，但是呢后面慢慢就稳了，慢慢感觉哦，这个毛毛的感觉来了。就是这样子。我倒不是说觉得这是毛毛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对这段唱腔的感悟。是，哎，方老师，我刚才问一下你，我看你刚才就是有点泪涟涟，你有点眼含。那我眼神不好，眼神不好，是眼神的问题吗？但确实那个还是打动你了吧？打动我，真的是打动我，真的是不错。我觉得一个演员最难得的，他能够非常好的去诠释这段唱腔的情感，而且可以把我们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的那个咬字、气息、吐字送出来，哪个收起来，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好，谢谢老师。就是像刚才方老师说的那个代入感特别强，因为影派小生本来就是比较自然、比较松弛，然后真情实感的表达，我真的被打动了。但是开始，哎呀，君君，你今天要丢我的脸了，今天怎么唱成这样啊？但是差不多到第三、第四句以后，你就开始找到感觉了，就稳下来了。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15岁，他才15岁，从嵊州艺校毕业来考小百花，还是学花旦的啊。然后从小是学花旦，长个子长那么高，谁跟他配戏呀？告诉那个班主任老师把他改小生了。哦，是这样的。对，他所有的只要去参加比赛一定是金奖，因为他是唱作念表打全来。他这个人会练功练到什么程度啊？有一天跟我要学藏书之家三跪求书，拎了双靴子，我说这段戏我是必须要给你好好抠的，那三跪怎么个跪法？结果刚穿上靴子啊，刚一跪都没跪下去，在我面前就晕倒了，低血糖，就身体就演戏练功玩命到就是把身体弄坏了。我跟你讲，你今天不要选你们家毛老师了。因为毛老师你天天跟着的，有啥好选的？但是君君这样吧，你其他老师对你对吧也不熟悉，你要不给老师们展示点什么？我带了一把伞来，那我用一段水袖的音乐做一些我戏里的有一些金塔的伞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啊，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行了，你别说我了，我知道了，眼睛里面出花了，出花。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变成备选的了？这是该这个环节了，应该对。大龙老师，你记不记得我？我我大
大龙老师早就忘了你，我记得你的。我们曾经合作过《诗人的旅途》和《化蝶》，我是那个梁山伯。梁山伯啊，有一个节目，对，是梁祝，你是演的梁祝对吧？啊，对，所以你看，那就选我了，是这意思。那倒也不是啦，开玩笑，开玩笑。刚才方老师说了，你毛老师都跟了那么久了，对，没有意思，换换口味，来我这儿吧。你脸很小，可以很适合拍戏哦。然后拍完戏可以还有再来演舞台剧，不要听他的，你是为越剧而生。你不能去像他那样去什么拍影视剧，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哎，我是演花旦的，小生一定要花旦配的，对吧？对，到我这边来，那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不表态，我不表态。就是、你本来就是浙江小百花，就是什么都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但是跟我们就可能。是最后的缘分了，可能。我知道了，您眼神老看的我，是不是选中我了，对吧？不是，方老师，我想跟你说，其实我们也见过。对的。比赛在剧场的边上。对的。在一个咖啡馆里面。你记得？我当然记得。又喝过。对吧？又喝过咖啡的你。方老师，你是开咖啡店的？你可以在上海开一家咖啡店。那你见过我吗？陶老师，就是我影视里见过。对，我就在屏幕里见过，但是陶老师，你是我们小百花的家人。来吧，到家人这里来。但是还选花旦比较好，花旦好好的要有一个搭档的。导演组把我椅子转回去。不是，老师，我不是老师，就是我对你的爱放在心里，只存在于昨天。行动到这里来。其实我就没有想到，就是四位老师都会转身，因为我前面其实很紧张了。但是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就是我你是不是一个都不选啊？不是，就是老师们都很香，我都很想去老师们身边学习新的我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和经历。但是对，但是我心里确实已经有了毛老师，因为毛老师从小就是我遥不可及。就是无法触碰到的偶像。后来毛老师拍板决定把我送进了小百花班，如果没有那一送，不知道我会唱成什么样，但是一定没有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我，所以我选择毛老师。啊，很理解，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很好。亲生的。我以为老师们背对着我的时候，我可以保持非常淡定的心情去演唱，但是在中间的时候，看着毫无波澜的司法交椅，还是心情有起伏，只感觉到了那个声音噗噗噗噗，就是那个转身的声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方会那么紧张？你去试试看，让你回到这20几岁去试试看。真的，说实话，要几十年前让我站在这里，我也会紧张，是是是，说不定我也不一定能选得上呢。那你下腰你都不紧张？下腰，因为我平时注重锻炼。有请下一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非常幸运，在2014年的时候，徐老师帮我抠了那个追鱼里的书馆，然后给了我很多指导。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已经是耄耋之年了，90多岁了。作为我们90后的这批演员，能够得到宗师的这个指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宝贵的一次学习经历。来好声音其实好像踌躇满志看上去，但是也很忐忑，说实在的也是会怕导师会不会不为我转身这样子。王婉娜加油，你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耶、yeah.李妹妹，
给我了吗？总算是你们都唱给我了吗？唱得不错。好吧。完了。介绍一下你自己。各位导师们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那他特别受欢迎啊。这么说吧，你刚才第一句我已经想转身了。谢谢毛老师，唱的真的特别好，而且有你们钱老师的那些味道，也有徐玉兰老师宗师的那个。实际上我最早学的是徐派。我艺校毕业的时候的毕业作品，我就是唱的徐派，后来我才改成唱影派的，所以我对徐派是有一种情结在里边。然后婉娜的那种清丽的这个，是王婉娜吗？对，是的，对对，我们叫她娜娜。娜娜，娜娜，我们团里有好几个娜娜，欢迎来一个徐派娜娜。我希望在我的团队里能够有一个。特别棒的徐派。哎，你别说了，这个不是你的菜，是我的。婉娜我一直很喜欢，她现在基本在红鹿团里面跟着钱惠丽老师学了很多的戏，所以说相对的来说，她比他们同辈的同学相对就比较成熟，而且比较稳扎稳打。你别摁了。婉娜，我是近水楼台的，你的搭档全部在上海，你到别的地方去会水土不服的。我没说要让婉娜到浙江来，我只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团队里头，对呀，团队一样的。你说你们两位导师真是让孩子很为难。我再来问一句，那个你是怎么喜欢上越剧的？林黛玉在那儿，林黛玉着急了。陶老师好，你好。我其实进入戏校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正好在六年级，然后升初中的时候，正好是上戏招生。我们老师说，你这么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去试试看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缘分，正好在那个对的时间、对的点，然后我就。误打误撞，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唱，就是一张白纸进入的。然后我觉得现在能走到今天，真的很感谢这个冥冥之中的契机和越剧的这个缘分。其实我还想说，婉娜她其实蛮多才多艺的。她不仅越剧唱得好，昨天他们来了，我去看看他们，
他一个人坐在钢琴前在弹钢琴。哦，弹钢琴也是因为中专的时候，那时候进校五音不全嘛，然后就是从此接触上了钢琴。然后你是刚上一校五音不全吗？对，比如说像金玉良缘是 G 调，我就容易往 A 调走，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我们胡琴老师说，那你去学学钢琴，然后从此就接触了钢琴。然后我觉得钢琴除了帮我找音准之外，有时候还能排解自己的心情。你没发觉吗？他特别那个嗨，特别自信，而且特别放松。我们有莎士比亚剧寇留兰大将军，看了看了。我们有布莱希特四川好人改编的江南好人。那寇留兰大将军邀请我，已经邀请我演好几次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这个。反正我不知道王老师现在这话说的底气不是很足，反正啊。做出选择，为难了。我最后的选择是。本节目由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嵊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本节目由嵊州粤剧小镇特别赞助。怕油烟就用森歌集成道，本节目由森歌集成道赞助播出。做出选择，为难了。我最后的选择是。王老师，对不起，我想办法。说清楚，说不想让你再流泪。啊，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不想让你再流泪了。不想让我再流泪，我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感动了。真的突然一下子又感动了，真好。有请下一位学员。我叫徐红，我来自杭州，今年28岁，是一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京派花旦。因为是许世家嘛，氛围感就特别好。紧张吗？不紧张，因为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悦耳的这个乐歌，然后乐剧都特别的开心。精益求精，不骄不满，加油，徐红。
是怎么变调了吗？变奏就一点往，变奏以后就开始往唱歌那一方面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做个自我介绍吧。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年龄是28岁，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京派花旦徐红。啊，你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吗？我是属于胎教。哦，胎教。哦，太早了啊。是的，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会听着妈妈的这个越剧。我的爱好呢是平时是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呢大家呢都说我是麦霸。我一开始的时候没听出来是你啊，一直到唱越歌的时候我才找到你的声音。我没转身，因为我是得到过金采峰老师的亲授，也看过很多老师演的盘夫。这个盘夫可以说是我们所有花旦演员打基础的一个戏。我对你后面的声音呢，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你没有把越剧这个官人好比天上月那么好的一段，而且是家喻户晓的一段唱腔，没有唱出情真意切的那个感觉。因为金采峰老师他是一个以清丽清秀而且是华彩型的一个金嗓子，年龄的关系，年纪大了他的声带可能会有所变化。那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去学老师的唱腔就要学成他后期的东西呢？啊，官人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是破坏了采峰老师最好的声线。你是非常温柔地对他唱啊，官人啊，对不对？但确实我也是觉得这个越剧的韵味缺少了一些，就比较生硬，就是转行腔的时候就比较生硬。我为什么拍呢？就是你唱到最后一句，哎，那个腔调，哎，我觉得蛮好的，那句话就吸引了我，所以我最后是拍了。后面唱歌的声音是比前面唱戏的好，反而要松弛的很多哈。对，感觉特别自如哈。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你真的让大家看到了很多越剧演员的一些多面性，啊，这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谢谢郑老师。你还有什么想跟三位老师表达的爱意？虽然我这边四位导师都非常的喜欢，毛老师是带着我入团的。那你最好就别去毛老师那儿了。对，但是我也非常喜欢郑老师，因为音乐剧我特别喜欢。其实我跟您有点相似，我也是从娘胎里受到了戏曲的教育，但是我后来去唱歌了，没有唱戏。是不是关键大龙老师是不是还那么帅？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很关键。是的是啊。所以技多不压身，我还是选择想要选择郑老师这边的战队。是是是是，想要跟郑老师学习音乐剧。是是是，我们一起去去弄一些好玩的东西。谢谢。我青春。
你可不能学了音乐剧就不唱粤剧了啊。祝贺你，祝贺你啊！有机会让他们多点舞台去展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融合嘛，想办法去融合一些新的东西。有请下一位学员。我是沈佳敏。之前我们都看了那个《中国好声音》，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潮的。可能也对年轻人来讲说，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挺好的。那有导师给我转身，我就很开心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的青年花旦演员沈佳敏。今天是不是特别紧张？是挺紧张的，听着你的声音就有点不稳定啊，有点发抖。我听这一段唱的时候，我在想的那个吕瑞英老师的那种神态啊，他说细细一下他的那个半音啊特别的好听，而且他经常会在尾声的时候他不会就没了。但是你们要说他有几句味道还是蛮好的，韵味儿。但是你是师承吴素英老师的吗？是的，是跟吴老师学的。嗯，少白有个特点就是武戏见长，尤其是吴素英老师，那就是可以说是粤剧里头的像刀马旦似的哈，文武戏都能演。那你是属于武戏见长还是文戏见长？我可能武的会比较好一点。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吧。有一个技巧就是喷火，用到我们粤剧里是比较少见的。小心一点啊，这个我可不敢练。真喷火，真喷火。哇！哇！这个戏很有特点的，对吧？所以这个光听到唱腔，对武戏见长的或者说做工见长的演员就比较吃亏一点，所以这个就
没关系，我觉得年轻演员都需要很多的锻炼，不同的新的尝试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积累。对，你有这个心态非常好，很不一样的东西也展示出来了。对对对对，特别感谢你，就是让全国观众通过好声音这个平台能够让观众看到粤剧的多样性，粤剧不是光是才子佳人的，粤剧还有另一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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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谢谢你。有请下一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雨果，今年25岁，然后主攻的是徐派小生。其实平时有时候演出也能够碰到很多名家的老师，就其他剧团的老师，但是感觉如果能得到他们指点的话就很难，然后但是这个好声音就提供了一个平台嘛，就是如果导师为你转身的话，你就可以跟导师学习，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什么派？徐派。徐派啊。介绍一下你自己。各位导师好，我是雨果，来自上海粤剧院，是徐派小生。嗯，所以他特点也很鲜明的，其实。因为他这段唱是不是我们的传统戏，是个新编剧，是钱惠丽演出的那个玉簪记。我听到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声音的条件和那种非常亮丽的这个音质，这个非常好，但是现在缺乏一些徐派的韵味，以后要再继续向你们的钱老师学习。你演过什么戏吗？
就是其实也演过《红楼梦》，演过《西厢记》，然后我知道毛老师也演过《西厢记》。我当时在学《西厢记》张生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点困惑，可能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那个感觉。当时尤其是老师说你那个惊艳就没有男孩子看到女孩子那种一见倾心的那种感觉，你演的还是一个女孩子，或者就是不够那种感觉，我就找不到。然后我就是找了毛老师的《西厢记》看，然后您的那个一出场，然后一个转身，第一句就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的张生，我的西厢，我们是自己原创的，也就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我们重新创作的。应该说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西厢记是惊艳了全国，因为第一次在戏曲的舞台上突然有了一个360度的一个大的转台，这个转台就是改变了物理空间，同时把情感空间这个精神空间都在里头呈现出来，西厢东厢一转就转过去了。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惊艳，有句台词叫莽然间500年前风流孽缘，灵魂儿飞上九重天。对，您就有一个踢袍子。对，我就在想这个灵魂飞上九重天这个怎么表演啊，没法表演，扇子也掉了对吧。对，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学了一些川剧的这个踢鞋子，我的水袖，我的扇子，我的这个踢鞋子的这些动作，我基本上就沿用了一些川剧的。好，我的戏虫子爬出来了。慧敏记得吧，就是正好有个台阶，然后张生就是游学中原嘛，就是赶考路中来到了普救寺，他擦擦一走，走到这里正好台阶的时候，先看到了一个百褶裙，嘚儿当啷啷，台阶崔莺莺大大大上来，我是大大大下去。那一般我们顺着的话肯定是这么看对吧，我不这么看，我下去之后我是打扇子这么看，看到崔莺莺以后，然后把一下子踢鞋子，踢起来打鞋子，扇子一打再退下来，灵魂儿没有了。这个时候合唱灵魂飞上九重天了，这小和尚过来说张先生，张先生，他把扇子捡起来说交给我，交给我。我一看，哎呀，我怎么还扇子没有还在那里扇，哎呀。我是想说就是一切的学的传统的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对，塑造人物很要紧。我也想加入你的战队，毛老师啊，嗯，我特别想加入你的战队，我也想学这些东西。是吗？好好好，我们《山河恋》里面有好多个角色，再加一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的，对对对，是的。你还有什么想请教的，或者还有什么想展示的？我觉得今天已经就是收获很多了，而且我没有想到有三位老师为我转身。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三位导师都为你转身，说明你身上有优点，有缺点呢我们都跟你提出来了，你随着你的心意走。我的选择是本节目由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嵊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怕油烟就用森歌集成灶，本节目由森歌集成灶赞助播出。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本节目由嵊州粤剧小镇特别赞助。你随着你的心意走。我的选择是方老师。对啊，因为特别感谢毛老师的指点，但是就是张生总是要被莺莺吸引走的，就是东西学完了就回家了，对，就这意思啊。来吧。有请
下一位学员。大家好，我叫裘康宁，来自浙江嵊州，生活当中比较喜欢打篮球。原本是打算初三的时候去考体育特招的，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选择粤剧这条路。朋友对你是怎么说的，怎么评价的？就是觉得很奇怪啊，他说裘康宁打球打得好好的，对吧，唱歌也唱得不错，他们说你去唱歌我们理解，但是你去唱粤剧确实有点不理解，他们也没有听过我唱过粤剧之类的。我觉得男生唱粤剧很阳刚，中国嘛，打球的你看就是有多少人，让我们传承我们传统文化唱粤剧的男生有多少人，所以说我选择去传承我们的粤剧，男女合演的粤剧。裘康宁加油，争取一转。四位导师好，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浙江粤剧团的男小生，我叫裘康宁。小裘，我都没听出来是你在唱，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曲子啊？就是我想把我们团的经典唱腔呈现给各位观众还有各位导师。但是我今天就是稍稍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曲子选的不好。第一，没有发挥出来这个徐派的特点。我们说好声音，好声音，戏曲戏曲，一半是曲，一半是戏，盲选就是听声音。其实呢，我也是男女合演团的团长，按说对男演员唱粤剧这一块是更多的有一种感同身受，但是就像毛老师说的，徐派的特点不明显，而且徐派该有的高亢的东西你声音扁掉了，卡掉了，没有亮出来，而且粤剧特有的一些咬字的韵味你把它用普通话的形式来唱了，也失去了这个特点。你还很年轻，一定会有下一次的机会的。他有抢背，有硬僵丝，有甩法，有剑舞，能不能展示一下或者讲解一下？僵尸，小心啊！那你活动活动，稍微活动开一下啊。哦。哦。这个就是硬僵尸，是特别特别难。这个控制力很强。
一般女演员用的软姜丝比较多。小球还是鼓励你一下，好的，下次有机会再努力，而且选曲子希望一定要把它选得好一点啊。他真的唱得很好，他唱老生的形象会更好，他的脸盘。有请下一位学员。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包括认识我的一些人，他们都叫我最会唱歌的越剧演员，又或者是最会唱越剧的歌手。所以说就是我看到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这个节目挺适合我的，就是也顺便能认识一些老师，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就是想来尝试一下。加油，你可以的。唱的影派的味道很地道。家里头的决心的一个唱歌，我特别喜欢这段。唱的好的。酸酸绵绵，滚滚烫的半根残烛，一段暖火。心愿亏欠
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啊。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张扬凯南，然后攻影派，谢谢老师。男小生，男小生影派，你差我，我以为是赵志刚来了。不，他跟赵志刚还不一样，尽管是赵志刚教的，他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他在台上自带一种忧郁王子的那种感觉，很像大龙。我刚才真的，我基本上后半部分完全被你吸引，确实真的非常好。你的那种细腻的处理，然后把菊心内心的这种压抑啊，离不离开的这个家啊，就是这个主题，我一直觉得唱腔是有文学的。我在后半部分，我被你的文学打动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前几句出来就非常吸引我，谢谢老师。代入感特别强，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有情感，就像您刚才说的，你肯定对这个作品有非常深入了解，对这个人物。然后我转过来的时候，看你的表演非常的投入，你是一个信念感非常强的演员，即使在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一个舞台环境里，然后在演唱结束之后马上脱离到他本身。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你非常职业。谢谢老师。关键他还长得很帅。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而且他歌唱得特别特别的好。哦，是吗？你平时会唱什么类型的音乐呢？基本都唱，包括摇滚然后流行都唱。哎，今天准备了没有啊？我清唱几句我之前自己写的歌吧。哦，那太好了。对，然后是一首古风的歌曲。好啊好啊好啊。云山翠，迷雾影，心只听空楼古色影，忽忆新风有女抚琴，欲解却人间相思韵，化作林中客影，垂身灯如在此庭，何夕来幽柔动人心，花中小浅酒内忘寻。谢谢老师。好听，特别好听。不错吧？特别好听。谢谢谢谢。我的好奇心又来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越剧的？再不换个话题、啊。不，我很好奇啊，因为你是个男生嘛，为什么喜欢越剧啊？什么时候走上学越剧的这个很关键。就是其实我爸爸他以前也是越剧演员，而且是专业的。哦。就我小时候可能也有耳濡目染。对，然后我特别喜欢文艺这一块。然后正好看到就是上戏在招那个越剧班嘛，然后就去试了一下，结果就考上了。我有一个问题，马老师、方老师，就在你们越剧院，就男小生、女小生的比例是大概是个什么样？我们浙江现在两个团的话，就是有一个团是男女合演团的，然后越剧院也是一个团是男女合演团的。对的对的。其他的，对的，两个团。其他的剧团现在基本上男女合演都已经没有了，都是女子越剧了，所以是稀有物种。稀有物种。我们叫男宝贝。男宝贝，对对对，是。我们团里的女生包括老师个个都跟我们的妈一样，就非常照顾我们。哇，那妈太多也不太好的，麻烦的。我就是妈之一。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对，离开你的。不可以去新的天地逛一逛。到我这儿来吧。羊奶舞给你准备好了。凯南，你是越剧院梯队的对吧？而且转身呢，我也是第一个。几乎同步，咱们俩几乎同步、几乎同步。但是我是不吝啬的，反正儿子总归是儿子，家人总归是家人对吧？你到我这边来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啊。我也表态，就是欢迎你。我最吸引你的那一点就是，我不是越剧演员，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你喜欢的事情。大龙的杀手锏又出来了。对，反正选择权在于你啊，你自己想一想。来吧，我要开始选了吧？对对对对，选吧。我的选择是。
方老师对不起，我选大龙老师。我心里刚才又咯噔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特别好。想不想跟你学习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看。谢谢谢谢。唱得非常好。反正能回来的没关系，大陆能帮助你更好。本来在我这儿杨乃武嘛还挺好的，可以回得来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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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他选择了郑云龙，我也是非常开心，但是呢从我内心来说总是有那么小少少的有一点点遗憾。今天这个大龙收的这个战友凯南，我觉得是很对的，一个咱们战队里需要男生，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声线他那个引派的味道比较纯。我是先听他的唱，我就被他的声音和他演唱里面的情感就一下就把我抓住了，就代入感非常强啊。他能够真正用声音来塑造人物，能够我们叫以情传声嘛。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咱们这一路选过来的，我觉得这几个都是不错的。不错啊，那我就放心了，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加油。我的名字叫做陈梦儿。我今天演唱的曲目是越剧《金山战鼓》，选自范派经典剧目《双烈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展示自己，再加上里面有我心爱的导师们的，我想让他们能够看到我，那就加油吧。上浮了，作业并不怕
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第六代青年演员陈萌儿。萌儿，哦，萌儿，哇，这名字好漂亮。嗯、谢谢萌老师。你是跟吴凤花老师学的，对吗？是的。那还要想一想的。不太好意思说的。我今天我对我自我的感觉发挥的不是特别的，没发挥好是吧？完美，对。因为我第一次登上好声音的舞台，我确实真的蛮紧张的，我内心里的一只小鹿它快要跳出来了。好可爱。所以我都不敢抬我老师的名字，我怕给他丢脸。你好可爱。是我在你的唱腔里听到了一只小鹿在蹦腾。太紧张了、啊、太紧张了，对对对，到后来气度到这儿来了，气息越来越不稳。对，为什么没转身，就是因为觉得不过瘾，或者说没满足。尽管里头我能听到阿花老师的那种感觉啊，那个他的韵味儿，这点你没给老师丢脸啊，只是你太紧张了。但是我觉得他音色比较宽，嗯，比较厚，条件好。但是我想跟你说，你一点都不爱梁红玉，因为我跟你阿花老师一起演过的，他看着夫生啊，他是非常20年夫妻啊，而且他是个晚上很安静的环境里面，两个人在江边，明天要打一场大战，所以说这个深情的东西，你是夫生。嗓子好，宽厚，优点全部放出来了，但是你恰恰缺少了柔情。我为什么转身啊？我首先听了他嗓子很好，因为我没有像你们那么专业，你知道吗？因为你们行腔啊，然后太熟悉了，但我呢是听出阿花的影子了。但是就他像他们老师说的，你看你劲都爆起来了，我觉得一脸和你真的你太紧张了。对呀、啊、是不是？对呀、啊、真的就一直后面，而且我转过来以后，我觉得你好像越唱越紧张，越唱越紧张。我觉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很好玩的，真的很好很好。怎么样，你也没地方选择了是不是？谢谢陶老师为我转身。谢谢陶老师的。来，喜欢你。好、啊，加油啊！老师们提的意见一定要不怪我了。我也想跟那个方老师抱一下。哎呀！我也想跟毛老师抱一下。上西华网搜索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关注节目精彩内容，上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进入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专区参与互动，上微博参与粤剧好声音话题讨论，一起感受粤剧之美，微博搜索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感谢中国蓝新闻客户端、中国蓝 TV、蓝莓联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戏曲上抖音，关注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锁定抖音直播间，精彩好戏不容错过。本节目由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嵊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